三关海盗。来啊，我们一视同仁啊，比谁不偏不倚啊！来啊，来啊！还有这种问题吗？没了。你看看，太假！全新环节，爆笑场面，千万别错过。有好的房子，还有房价票。我爱死了！我来100块钱的吧。卫视到底是谁？有请主持人郭德纲。谢谢。欢迎收看辽宁卫视到底是谁，我是郭德纲，欢迎你们。老话说得好，三思不成现，孤木不成林，一个人能力再大做不好节目。今天来了我的四位朋友，相信这一期特别的好玩，来掌声欢迎他们。接下来我们来依次认识一下四位。一号，拿掉面具，掌声欢迎白凯南。白凯南，相声演员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代表作品《灰灰的故事》《以后的以后》《促销》。大伙儿很热情，说明他们认识你。哎，白凯南真实身份是说相声的，是啊，我们算同行啊。这个尤其今天上了春晚之后，红了都不行了。没有这么红怎么穿一白褂子来？就因为我姓白嘛，大家记住我啊。这个我们来认识一下二号，拿掉面具，掌声欢迎十五。十五，演员，影视代表作品《非法生活闯情关》《都市丽人》《别说你爱我》。青年优秀影视演员，姓杜，叫杜十五。没有人知道我姓杜。现在我给说出来了。最近忙吗？还好吧。是吗？我们之前在一起拍戏啊，拍一个电影，那会儿有十五在一块儿。我到现在一瞧见他，我想乐。我有几个助理挺不会说话的，把人孩子得罪了。因为那天他演一丫鬟，又挨打又挨骂，还是穿着衣服很冷，冬天这露着腿。这孩子跟那儿哭，哎呀，我都干了10年这行，我现在还这样。我有一助理过来告诉他，你再过10年还这样。这孩子哭得不行了，那回头啊。不，今天我要借此机会告诉一下他，他再过10年我不这样了，还不如现在呢。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，拿着面具，掌声欢迎何江。我怎么睡这么长时间？大哥在你的果汁里放了点安眠药，想让你在家好好休息休息。弄那些戏呢？没戏。哎呦我的妈哟，你可毁了我了，我帮了。你干嘛去啊？请罪去。何江，演员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影视代表作品《即日启程》《老大的幸福》《财神到》《风情四季》。大家好，何江，也演戏也做生意，演了不少戏了，《非诚勿扰》也有他。对，这不即日启程有他，对，即日启程老大的幸福也有他，对，老大幸福里演老四傅吉星，哎，就是他演的。来问一下四号累不累啊？累不累啊？有一点。好极了，我们这个节目啊是这样的。有点累了是吧？招你了啊！拿掉面具，掌声欢迎贾玲。他偷了天上所有的扫帚星给你做成美梦。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累？我是够累的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因为啊，你在我的心里已经跑了一整天了。贾玲，相声演员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师承于中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冯巩，代表作品《爱拼才会赢》《大话捧逗》《红花绿叶》。谢谢大家。优秀的青年相声女演员啊，女相声演员，女相声女演员啊，一起合作，两个人搭档多长时间了？4年多，搭档4年多了，也是挺有感情的一对了。现在，给我们这个祝福他们俩。听了怎么别扭？我们这是一个速配的节目。那要相声演员都这样的话，那您跟于谦老师，我们也得祝贺一下。我们得抱一孩子去。好极了。四位都来了，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，四位当中有一个人是我们的大忽悠，毛病就在电脑盖板上。来，请四位打开盖板。如果有答案的话，那么恭喜你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忽悠。好，都看明白了吧？
来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，到底是谁忽悠我？欢迎收看辽宁卫视《到底是谁》，现在是我们的第一单元，到底是谁忽悠我？来的四位都是我们演艺圈的青年才俊，唱歌对你们来说应该不叫事儿。头一道题就是唱歌，我请四位依次站到台前来，给每位提供三首歌。音乐停止的时候，你要接着断下去的歌唱上来，接上一句歌词，我们会给你提供200分。第二首又对了400，第三首还能唱对800分。但是如果说前面唱挺好，后边唱错了，前面分要追回来，就这么简单。有人说了，说我这个旋律还行，跟你一块哼哼行，词儿记不词是。三首歌当中，我们会找一个机会让现场的朋友来给你帮忙。来，白海南到前面来，来调一下话筒。这个来，白海南哪儿的呀？我是北京人啊，正经北京人，正经北京人，嚯，老北京人这是啊。爱唱歌吗？爱唱歌，好极了，今天算是打到枪口上，人家会唱歌。对，来听一听第一首歌是什么。最了解你的人是我，最心疼你是我，相信你的人，祝福你的人，是我是我还是我？这简单，这个，你这没有难点了吗？别着急啊，茶吃后来咽，先听听前面这个唱对了没有？恭喜，加上200分。接下来是第二首歌，第二首歌，再接再厉，开始。表情真好，依偎在你温暖寂寞的怀里。没有难点的，这对没对啊？到底啊？我们来听听对了没有啊？唱歌唱得这么好，而且你这个服装扮相，扮相是哪装个果盘？我接下来是第三首歌，以我个人之见，找一个帮忙的。万一你要不会呢？有人给你提个醒，不好吗？好吗？行，帮忙不分我分吧。不分。行，不分不分。有没有哪个女孩愿意给他帮忙，或者已婚的不幸福的？对不对？我来，这有一姑娘，打刚才举手，来到前面来，快来，真好，嗯，来。你好，嗯，您好，来，行，你站这边，我们把话筒让给他，我站这边习惯，你上那边站去，一行一行的规矩啊，来，往前来啊，往前站，离话筒近一点，贵姓？嗯，我姓胡。哦，孙小姐。对不起，我这耳朵有毛病。我姓胡。哦，姓胡啊，姓胡，胡先生啊。来自哪里？来自山海关的，嗯，往前站啊。这个上学呢？上班呢？嗯，上班呢。何方高就？嗯，我是卖化妆品的。哦，卖化妆品的。嗯。哦，好极了。你看他那脸是不是得抹点什么的？是，我建议他应该用一些，嗯，那个。我都建议他每天得洗脸，你知道吗？不洗。他每天都不洗脸吗？嗯，我听他们说的，贾玲告诉我的。没有。没听过。嗯。今天我想听一听。好，待会儿要是好的话，让他们演一个，行吗？好。嗯。你看他帅吗？嗯，挺帅的。真的啊？嗯。你这样骗他有意思吗？没有。待会儿如果接歌接得好的话，要拥抱一下，你愿意吗？嗯，愿意。你为什么要犹豫了一下，孩子？不是特别愿意是吧？不是，愿意。哪不是做慈善的，真的。来吧，闲话少说，我们听一听是什么歌，开始。小嘛小二郎。哎，背着那书包上学堂，不怕太阳晒，也不怕那风雨刮，只怕先生骂我懒呐。没有学问，无脸见爹娘。好极了，太棒了啊！一个传统歌曲，这是。我们来听听，对了吗？恭喜！热烈拥抱一下，哎呦，你好，俩人庆祝一下，挺好。你要干嘛？没事了。你要干嘛？别害怕，没事。那你是要拥抱一下是吧？哦，那闲着也闲着，来吧。谢谢谢谢啊！
谢谢，嗯，想抱就来啊，嗯，欢迎收看辽宁卫视，到底抱谁？抱谢谢白凯南，谢谢谢谢，来十五，好家伙，这个都快赶上我了，哎，这也太高了是吧？对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你这个是十年之内长的吗？我今年，你十年之后还这样？还长呢？还长呢？啊，我的天，其实他骗你们。他那脚在这儿呢，你都木头，你这是木头，对。十五爱唱歌，我估计今天是没问题的。第一首歌自己唱好吗？好，来我们听一听是什么。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，心要带自我出你的手，对吧？行，行，有什么什么什么，别别别，我想相逢也只是在梦中呀，相逢也只是在梦中。真聪明，嗯，来听听他自己唱对了吗？加上200分，哎，这路选手我都捏了把冷汗。接下来是第二首歌，开始。是那童年的小桥。小桥，小桥，小桥。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弯弯，你就记住这就行了，孩子，你就熬出来了。弯弯的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是那弯弯的小桥。小桥，是你自己说的哈。是啊。啊，你来听听，他对了没有啊？下来想想，前思一下啊。下。接下来是第三首歌。我建议找一个帮忙，哦，我找一个吧，好吗？找一个，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没有女朋友的男孩，或者未婚以及已婚并不幸福，生活很凄惨，惨不忍睹的那个。您好，您好，来，师傅把话筒让给他，来来来来来，往前站啊，嗯，往前来。您贵姓？姓赵。好，哦，孙先生。你都多余理我真的。您上初中呢还是？孩子上初中了吧？哎呀，没。啊，何方高就？在粮食部门。哎呦，那吃东西找您挺好。哎，是是是。以前看过师傅演的戏吗？说实话，没什么。没有，没看过。是，所以十年以后你就能看。哎，是是。十年以后你还是这个样儿。那以后关注一下师傅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对新人多一些个栽培啊。是是是。这个待会儿如果唱歌唱上来的，要拥抱一下，你介意吗？我不介意。不是，不是，我没说明白。你唱上来之后我们拥抱一下你介意吗？也不介意。那倒是，也不是你的，你管得着吗？啊，您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太太今天来了吗？没来。那你敞开了点吧。啊，是。来，我们来听一听十五的第三首歌是什么，开始。别去的太阳。哎呀，别去的太阳是花又花，你们俩谁会谁都会唱。咱们俩笑，我知道，你知道可以自己唱。我会，你会，你来一遍。你咱俩一起吧，来。别分两拨来啊，万一错了呢？一块儿要错了就没有救了。毛泽东。恭喜，我认为差不多。来，我们听一下，对了没有？恭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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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！你先合适吗？哎呀，我先来吧。哎呀呀！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先来吧。哎呀哎呀！怎么这样呢？恭喜师傅800分，来何江到前面来。何江会唱歌吧？会的超过10首。何江肯定唱歌跑不了的。来，我们听的第一首歌是什么？
不要在一起游来游去。能对吗？你唱的什么？不要在一起。你要能唱成不能就更完美了。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。来，听听对了吗？恭喜！接下来第二首歌，再接再厉，好吗？来我们来听一下是什么。阿烈，你是否能够听见这个寂寞日子？我在不停的思念，阿莲，你是否能够感觉，这虽然像个黑门，却隔不断的。阿莲，我嗯嗯，你喊人家干嘛？睡来着呢。哎，对，想想吧。阿莲，我能否？一问情缘。我能否一问情缘。创作型的歌手瞎编的。一份情缘，你愿意再改一下吗？就这四个字。我不能告诉你，我们的比赛是本着公平公正形象比赛的。跟你说有作弊嫌疑。有这调啊，这一那个现在没有调的问题了，把词儿说对就行了。一分情缘，一份够吃的吗？我们来听的对了没有？恭喜，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。我最亲的接了第三首歌，一定状态我觉得得找一帮忙的。那最好找一个好吗？好嘞。有没有现场的女孩愿意给他帮一帮忙？哦，来到前面来。你好。我到哪儿都那么受欢迎，你看见吗？来站到我们的话筒后面来啊。嗯，姑娘贵姓？我姓罗。好，罗先生。罗在上学上班呢？上班了。上班了是吧？啊，看过何江演的戏吗？应该是看过吧。是吧？你喜欢唱歌吗？相当喜欢了。真的？那就说明准能给他帮上忙了。那太好了，尽力吧，尽力。好极了，来我们听一听是什么歌。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唱得挺熟，来听听对了没有。恭喜恭喜。哎，我们这衣服都情侣都穿上了。恭喜茄子情侣啊。谢谢你，谢谢姑娘啊。哎呀，谢谢。走吧去吧。我都冤死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打坐的节目就三万多人搂过我了。来，贾玲上前面来。你们不能，你得问问价不行。我不要钱。哎，我交点钱好的。在这爱唱歌。对，唱的不好。要喊你客气，还有多不好？我可以。这个意思跟他那个正好是反的，是吧？啊，对。哦，他是白马甲，你就是白衬衣，是吧？对对对。这是一套的，是吧？对。呵，这哪说理去？你瞧瞧啊。我们俩不是搭档吗？也没什么特色，就弄点这个。他特色。他特色。特别色。哎，对，好。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唱的真辟邪。来听听对了没有？恭喜，这完全是他自己想出来的。接下来第二首歌，努力啊！好嘞，会成功的，开始。这还熟一点吧。
唱对了吗？管他什么歌去，别拿出来文化去了啊！他又成功了，400分现在啊！接下来是第三首歌，找一帮忙的吧，咱们这儿说不过去了。有没有这个未婚的或者已婚不幸福的男孩？看看到底多不幸福！哦，这够不幸福的。您好，您好。哎，小心！我的个天爷呀！经常在电视里边看您节目，哎，今天终于看到活的了，我特别激动。谢谢。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啊，来往前站，往前站啊，他真有劲儿哈、啊，他差点没搂死我。听过贾玲说相声吗？听过，春节联欢晚会啊，这个喜欢吗？喜欢，真的。对，您贵姓？免贵姓李。好、哦，免费姓李啊，免费姓李啊，不是免费姓李，河北霸州地带的，你是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霸州的，我是挨着霸州，哎、我是大城，大城的，对，咱们是老乡，我也是天津人。啊，咱们这个这类话说谁听得懂？你们说说啊，待会儿唱好了跟贾玲拥抱一下，他比我可款式多了，真的。好好好，你还没抱过上春晚的女相声演员呢，是吧？这个概率很低啊。谢谢。来，我们来听听是什么歌。网拍不行啊。你来干嘛来了？他来抱我来的。你来干嘛？啦啦啦啦啦啦！谢谢。唱的真好，他们叫你呢，快跑！这没唱了，没抱上去了。没唱上，你还好意思搂人家啊？干嘛？知遇胸怀，好，他对了吗？这是什么栏目？这个跟相声大赛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可以这样做，可以可以啊。但现在有一小问题，我发现了，一上来这四位都是800分，这说不过去了，没法分出高低上下来了。我再拿出五首歌来，让他们来个加时赛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四位都到台上来。我拿出五首歌来，跟刚才一样，音乐停止，谁要是会，冲到前面，冲着话筒唱，唱上来加上200分，一共是五首歌，听好了吧？来，开始第一首。会唱歌啊！啊，会唱歌啊！来听听十五对了吗？恭喜，加上200分。接下来第二首歌，来。我是一只小小小鸟，太快了也不行。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那就唱完了啊。要求算不算太高？这是谁咬的牙印儿？话筒扎着一牙是你们谁的？从我这个角度看啊，先张嘴的是十五，但是嘴张的最大的是白凯南啊。但是很遗憾，现在评不是评谁嘴大，我们来听一下十五对了没有？恭喜，200分。接下来第三首歌。你谁
谁咬了我一口，这是打针机会啊。实话实说，是贾玲先张着嘴啊，因为我看见小舌头了啊。来听听贾玲对了没有，恭喜加上200分。接下来是我们第四首歌，开始。看着你恭喜白凯南，我们来听听谁唱对了吗？再次加上200分。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，白凯南你要加油哦，还是我爱你有，来啊，我们一视同仁啊，对谁也不偏不向啊，来啊来啊。我的情意，我的爱，这会吧，会就冲上来知道吗，会就冲上来啊。谢谢各位。抢麦真笨。哎，这还是贾玲手臂的厉害，你这是抓过切糕抢过馅饼啊，这是啊。来听听贾玲对了没有，恭喜加上200分，请四位回到位置上面去。四位唱的都不错，我们来看一下分数。白凯南800分，十五1400分，何江800分，贾玲1200分，分数不错。四位光顾着玩了，你们忘了一个事情，四位当中有一个人是我们的大忽悠，他面前的题板上显示出了所有的答案，歌词都写得明白极了，他在忽悠我们。白凯南认为是谁？我认为是十五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虽然他刚才唱的时候并没有唱的那么好，但是下来他跟我说，哎呀怎么到我这儿这么难啊，就是刚才自己捣鼓，我觉得是故意在扰乱我。你怀疑是十五？嗯，十五呢？我怀疑是贾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他都会，但是他又……你等一下，你就是侮辱我。你从哪儿看出来他都会的？就是会的。你知道我亏了多大劲吗？会就装不会吗？嗯，这叫什么逻辑？就会装不会，他所以你认为是贾玲？对。好，保留你的意见，何江。要非要怀疑，我也觉得有可能是贾玲。你怎么对我们体制内的相声演员？我感觉就感觉配合上好像就是有点这个跟您显得特别默契，然后这个默契感觉。你不了解我们俩原来的过去，原来我们不熟啊。你怀疑贾玲啊？我怀疑贾玲。哦，贾老师，你在这个行业里边人缘不是很好，哪出来的？我怀疑你啊，解释一下。可能因为我歌唱的不是特别好。不是特别好，是特别的烂。你根本就不能弹唱歌这个啊。我可能压根就没唱，但那几首歌我是确实不知道。嗯，真不是我。哦，不是他，那你怀疑谁呢？对对对，我也怀疑，我怀疑是那个十五。哦，为什么？我觉得白凯南指他的时候，他有点小紧张，然后他把矛头指向我。嗯，你紧张了吗？我没有，你还心宽。保留四位的意见，现场的朋友们拿起手中的选择器，一键按下，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谁。观众究竟会投票给哪位嘉宾呢？在下面的游戏环节中，嘉宾们到底表现如何呢？好看的节目马上就来。有意见吗？我没意见。现场的观众经过考虑之后，把票投向了十五。电视机前的你如何选择呢？到底他是不是大忽悠？您接着往后看。你们怎么这样去找一个新人呢？十五，你今天得红，你看见没有？你人气指数很高。不是我啊，这说这都没用。来，加上一把叉子，打上一个不良记录，扣掉200分。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是，看着我，打开你的双手，面带微笑，大声地说：“来刺我。”就这么简单，就可以了。来，
来吃我吧。怎么吃我了？这个吃完了十五之后，我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环节。我怎么了？吃错了？错了？吃错了？吃错我了？又坏了？这回对了吗？不是你把我吓的吗？好好，对了，当时这说对了，差更远了。对了吗？贾玲对了吗？对了，快说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有人证明对了啊。好极了，好极了啊！有事吗？没事。啊，没事，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，快问快答。这个很简单，我来出题，你们来回答。你们不用说话，我来问什么什么事情，这样是对的吗？你们只要回答对还是错就可以。你觉得是错的，就这样；你觉得对，就这样。哎，摆一个姿势，我看一看，一定要标准。对对对，手要对上，这要对上。哎，对对对，这就是对了，这就是错了啊！我问完问题，然后一二三，请回答，大家一起做，你可记住了，这要是一起来，人三位都比划好了，你还那琢磨了，你就算犯规，就必须被刺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来，我们请听题。著名的哈雷彗星，它的命名源于高倍望远镜的名字，对吗？我还没有说一二三，请回答呢。他们都有，所以都吃了。还有虾呢？你想想，你问他们都有十五，没赖过我啊，头一个都是他。啊，都有十五，喷了没喷？吃了吗？吃了。我没看见。你怎么会没看见？来来来来来，你还有这种问题吗？你看看。来，请回答。我还没说一二三呢。跟我说一二三。哦，说良心话，这也不给钱都能干。这是这个啊，一二三，回答。我还没说请啊。你嘴太急了。你看，好像，好像，来，一二三，请回答。题都忘了啊！我救不了你了，你再想想。这不是一般的本事，告诉你，贾玲要想一想吧。你要想一想吗？不想。十五，你要想一想吗？我这再回一下。坚持。好，坚持。让你坚持。怎么这么爱听外人话？就是他。就是他的事吧。行了，来吧。刚才对的三位，每位加上100分。第二题是这样的：歌剧诞生于葡萄牙，对吗？说呀，比赛是不许说话。一二三，请回答。来又不一样了。谢谢何江，给三位加上100分，应该是诞生于意大利。请听题，拔河是否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？你太早了。我想呢。哦。我数着想。一二三，请回答。贾玲，你这么配合干嘛？啊？摆出一挨刺的姿势来。不再想了。哎。好吧。有，有人有异议吗？我没看过拔河。我告诉你，曾经是，
你有意见吗？我没意见，这届没看着吗？这你说上届还是这届？那你说这题错了是吗？我没，我你问的有，我问你还有要问的吗？我没什么问的了。太土了。请听题，所有的植物都有种子，对吗？一二三，请回答。底下别喊，他听你们的他就得挨喷，他不听你们的他也得挨喷。怎么样？糊涂了？没，我给你清醒一下。不，没有，应该是不对。给这三位美眉加成100分。请听题：世界上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是多瑙河，对吗？一二三，请回答。白凯南，你要想一想吗？不想。十五，你要想一想吗？我想想啊。你想也白想。你真不想了？想一想。别想，你要想一想。正琢磨着。不要琢磨吗？不琢磨了，不琢磨了，谢谢。哎，别说。我没瞧真准，你知道吗？凡是答对的每位加上100分，白凯南直咳嗽。大伙，来，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魔音大考验环节，有请魔音阿姨。您好，您好，您是魔音姐姐啊，没有这么大年纪。您好，您好，我的，你不能这样，你问问价，你打什么上来就都不好意思。那个爱唱歌吗？您唱的不好，太好了，选对人了。待会儿要做的是，他戴上耳麦，里面放着歌，他跟人一块唱，你们听是什么歌？谁听出来了，大声喊出歌的名字，就会得到200分，一共是3首歌。来，您戴好。来吧，我们听一听是什么歌。开始。猜吧。好，已经在唱了。肯定是歌。对对对。我小有时好，这就不小了。这好。老天。情绪真好。一种意境没。这歌才适合参赛。专家们谁好意思说没听出来？要是不麻烦的情况下，给他们句词吧，也怪可怜的孩子们。大的风险的凛冽，我知道什么？太小的奔跑。我们来听一下，对了吗？仅仅是自由自在，希望终点。恭喜十五，加上200分。接下来是第二首歌，开始。抒情了。好。哎，最好。就是看牙。什么？什么名字？什么歌的名字？你别搅和。什么？懂你。不对，继续啊。当。啊？当是吗？你说的什么？当。来，我们来听一下。什么耳朵？我听啊了。何江猜对了，来给何江加上200分。接下来是第三首歌，您唱的越来越好了。开始吧，来吧。好，你除了哈就是来。
啦啦啦啦啦，继续啊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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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啊，雪冷冷的恩，啊一寒，啊啦啦，哎好，啦啦啦，什么？冰雨？什么？冰雨？啦啦，胡说！啦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你说话只是导致这首歌作废。贾玲，往这边看。来听听，对了吗？想要给你的是你，只想我的心。张学友的《吻别》，来给贾玲加上200分。谢谢您，您唱的非常好，谢谢您啊。谢谢，嗯，哎，谢谢，汤来玩啊，唱的真好，这演员就得这么智慧，好极了，四位有猜着有没猜着的，但是这一点是不能忘却的，四位当中那个大忽悠依然存在，他面前的题板上显示的这三首歌，他在忽悠我们，白凯南认为是谁？我还是觉得是十五，嗯，因为我。说之前我看他，哎，这跟诚实没关系。十五认为谁？我觉得不太像是他了，我这回有改变。哦，我觉得是谁？你？我没摇头没说，人家这玩意儿规矩，你说我就说你，嗯，讲道理。你认为是他？那我没说你，别说我了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咱们这边不讲这个啊。何江认为是谁？那个我不变了，还是贾玲吧。好，认准了是贾小姐了。我觉得还是十五。道理呢？俩人别矫情了啊！我觉得他分最高嘛。哦，你这分高就是你分最高啊？他1700，你1800呀？那我换了，我觉得是他。来不及了，已经。可以，他认为是你，你认识他。有道理没有？凭感觉吧，我觉得他在台上，其实我们私底下认识的，嗯，他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小紧张，不是那么放松。他紧张吗？有一点，我觉得。是吗？没看出来，看来你们更熟一点。来吧，现场朋友们，拿起手中的选择器，一键摁下，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谁。到底是谁将在本轮得到惩罚？全新环节大忽悠是否会暴露身份？精彩稍后继续。那个答，稍后继续播出。观众在本轮的投票中目标转向了何江，那么他会不会是真正的大忽悠？让我们继续观察，看看最终到底是谁。恭喜何江高票当选。是我吗？不是你还是我吗？看不清啊！你说你了啊！给何江加上一把叉子，打上一个不良记录，扣掉200分。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打开双手，面带微笑，大声喊：“刺死我吧！”刺死我吧！不是这样的，打开双手，大声喊：“刺死我！别停！”刺死我吧！别停！接着刺，刺死我吧！怎么样？还行吗？你上瘾了吧？那个我想想回忆一下啊，回忆一下刚才这个，回味一下。这广告这没事，一块吃没多少钱，够了是吧？够了，进入第二个单元，到底谁是大忽悠？我们这个题挺好玩，我会请出一位出题的嘉宾来，他跟我一起聊天，然后他会说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，你们从我们两个聊天中找一找有没有破绽，他到底是不是这个行业的人，以辨真伪。来，有请一号出题嘉宾。一号出题嘉宾吕博文，身份民族舞蹈学生。你好，哎呀，谢谢。
我现在就指这活着了，我告诉你。贵姓？姓吕。啊，姓吕怎么称呼？叫文文吧。啊，叫文文啊。叫谁文文？我。哦。文文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。把你的身份告诉我们。我是学生，一名学生。哦，学生学什么的？学舞蹈的。哦，学舞蹈，东北人啊。啊。东北什么地儿的？黑龙江。黑龙江的。嗯、哦，这个跳了几年了？年吧，跳四五年了。主攻什么舞蹈啊？民族舞蹈。民族舞蹈。哦，这个我们四位问的时候啊，要从舞蹈这方面来问，但是有一点啊，不允许让他来做动作啊，单凭说话。舞蹈这个贾玲跳过，咱不是跳什么舞就跳什么舞。嗯，你们有什么怀疑的尽管可以问。他不做动作。他不，我也不做。我过去了。你坐就呼出去了。问他是真是假，跟别人没关系。啊、嗯，啊、哦，我问他真是假是吧？就是你跟他聊天吧，你觉得他说他是跳舞的，啊、你问问吧。哎，别晃悠，一会儿散花了。想好了呗。舞蹈里边要想转圈转得多、嗯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别吐。要有好的，要有好的什么，才有好的转。好。什么好？要有好的什么才有好的转？你看看，中心啊，中心。哎，有好的中心。他不是，我再问一个可以吗？再多问一个，有好的，我想舞蹈跳转翻嘛，怎么样才能跳得高？有好的什么才能？有我的个天，你说点好说的那个。有好的什么才有好的跳？哎。有好的房子才能从往下跳，弹跳力，平房不管用，嗯，弹跳力，嗯，你指的是能力，对，我觉得它不是，你认为它是假的是吧？假的，假的，哦、假的、嗯。继续问，来，所有人都可以。十五学过舞蹈吧？你是学民族舞的吗？你学了多少年？4-5年。学了4-5年。4-5年。对。民族舞应该很小就开始学。哎。应该40来岁。您今年应该是被打有半路出家的啊？对，没有半路出家的，我是想说。好，是这样的。对，啊、何江，你跳舞这个在公共场合演出过吗？哎，在街上跳过吗？演过，在公共场合演出过是吧？嗯。能知道多少钱吗？哎，那你看就要看多少钱的了。哎，在我们那儿带果盘呢。有酬劳是吧？啊，有酬，有酬，没酬不跳这个，有酬报酬。那现在一直在学着呢，还是这个已经放弃了一段时间了？上学呢？还在上学，正上学呢是吧？还在上学。嗯，贾玲啊。嗨，我都不用问了，我觉得他不是学跳舞的。你认为他说相声的？没有，我不知道他干什么的，但我觉得他几个问题都回答错了，我觉得。哦，这么说你对舞蹈很了解。哎，略知一二吧，因为我的搭档是学舞蹈的。哦，我原来中专的时候是学跳舞的。那我对你相声专业表示怀疑。那继续接着问。我觉得那个学舞蹈的，就是人走路，特别是专业学舞蹈的，特别是民间舞的，嗯，走路都很有点像你那样，八步脚，你往前走。你看，走的就他一样。舞蹈演员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，就是挺胸，然后八字脚往前走。哎，我觉得跳芭蕾的是这样的，民间舞也有，他一从小学功都这样。你这么走两步要不就我们看一看好吗？来开始，尽量内八字。开始。啊，恢复的不错。你们还有问题没有？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要揭晓答案了。连台上在台下所有的朋友们。我喊出1、2、3请回答的时候，你们摆出来错或者是对，由他自己摁动开关告诉你们答案，好了吗？来，1、2、3请回答。您认为现场观众将投票给谁呢？那个、二号出题嘉宾是否会揭晓悬念呢？精彩节目稍后为您送上。来100块钱的。台上的四位都认为你是假的，来到这儿来，姑娘，从上往下1、2、3、4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哎，真
孩子是挺厚道。他是一个业余学舞蹈的。不能，我们不会骗你们的啊！来，往前站，往前站，往前站，文文啊，这个。我给展示一个。他是真正的学舞蹈的，你们不相信，让他跳一个，你们看看好吗？好。有没有准备？来，我们来看一看文文的舞蹈。好。我还来不了，我晕车，我那裤子满台都是。谢谢，谢谢文文，谢谢，跳的挺好，好像今天鞋不是。鞋不是很合适是吧？你试试我这个。好了，谢谢文文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刚才还是答对了，应该加上500分，但很遗憾四位都没有答对，你们损失了500分。来，接下来有请第二位出题嘉宾。二号出题嘉宾，无名，职业散打巨匠。哎，您好，哎。就来一位民间舞，贵姓？你贵姓吴？哦，怎么称呼？吴名。啊，他叫吴名。告诉我们你的身份是？我的身份是一位散打搏击的助教。哎，散打搏击的助教。哎，啊，散打教练，他就是帮助他早晨起来喊他叫他一声。差不多，站旁边挨打那个就是我。这是一个武林好汉啊！你们四位看看他是真是假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？这很苦吧练这个？不累。这个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出场打一下也。可以。来看男人。对，散打是实战性的，理论的东西在书上，如果大家可以考验，也可以顺便的。哦，十五说。我可以摸一下他肌肉吗？可以。这都谁请来的嘉宾啊？你打算摸多少钱的？我摸5块钱的。啊，5块钱不卖，15块钱起步。10块的。来，到前面来。来，伸胳膊。怎么样？挺好吧？他这还没拆线呢。也就十高20了啊。20。来，白海南过来。来，没事，你看十五都安全回去了，来过来。对，好极了，那个打。教白凯南几个基本动作吧，好吧？这样吧，散打搏击先说一下它的基本的战式，它分左前式战跟右格斗式战法，哦，不一样。那么左前式呢，根据自己的要求，一般人的话都是以左手为诱导，右手出拳，所以说他一般把左脚放前边，左脚放前，以肩同宽，后脚就右脚稍微提起来，然后。我们的拳面拳眼对准我们的鼻尖成90度，用力打。而这个右手呢，放在自己的这边护住我们的头部，然后胸脯稍微勾了一点，头往下垂一点，然后站好，这边是45度，一般右出拳。是，啊，这样吧，我们来个一般的实战性的。可以，啊，可以。来，你别害怕，没事。不用担心，我们下期的嘉宾都准备好了。说一下吧，一般就是在，如果我们现在讲就是保护自己和健康身体，一般的话，人先搓右手的时候，如果你不想打他 ，OK， 你往前跨一步，然后你脚往前一凑，你这样反打一推，直接用你的肘把它敲下去，你马上撤退。哎，白凯南就被敲了。哎，你想把他打倒的话，那好，他出拳的时候，你一只手挡住。这只拳直接去他的要害。哎呦，很厉害！如果想像脚的话，怀表搭配，可以直接攻头部、攻胸部，然后给肘打倒。啊，看自己对手的强。不过女孩子，我建议的是，一般出手的有男孩子出手。来，凯南，你还不快跑？你还跟那站着，一会儿他真打着你了啊！来吧，你们觉得是不是假？你们打也打了，摸也摸了。当然了，不闲了。相信了，但
是白凯南刚才回他那一拳，他差点摔了都。哎，所以说你们考虑一下是真是假吧。嗯，何江觉得呢？那我跟他握个手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来过来，握手三块啊。这就便宜多了啊。观察一下。握下手二十。你是卖艺来的，回来。贾玲，这是钱，你要过来拥抱一下吗？对，过去拥抱他去，他可愿意跟拥抱了。拥抱多少钱呢？我不要钱。哦、我二十啊。我来一百块钱的吧。咱不涨价，五二十，咱不涨价，咱就这样，怎么着？好瘦啊。哦，真的。白凯南还瘦。哦，你是抱惯了白凯南了。瘦一点有力度，有力度。啊，我们不问节目之外的事情。祝你们幸福，幸福。海南好大不愿意，可吃多了苦。不愿意。就是没有，我在思考问题啊，思考怎么报。我觉得他说了半天都是打的，但是来去过去踢白海南去。是真是假？你们觉着？我感觉不太像，因为手太嫩。是吗？嗯，我觉得练搏击的人应该各个关节都应该是全是扒了什么，全是。过来可以静观啊。他刚才觉得你手好像太干净了哈，你在来之前搓点煤灰就对了。还有问题没有？来吧，连台上在台下所有的朋友们，一二三，请回答。十五，要举着就举着。可以改，快！你想好了吗？何江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十五想好了吗？十五不再想一想了吗？来。恭喜白凯南、贾玲，每人加上500分。这助教呢，就挨打的角儿。哎，别去，今天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看无名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武术。谢谢无名，谢谢谢谢。幸好我没猜错，你看他最后一个姿势，他是脚跟有问题，他就是站不稳。谢谢无名，下来陪我们剥梨，终于猜对了啊！最后一道题已经出完了，分数已经都在这儿了，我也不必让你们各位再互相指正了。给每位30秒的时间做一个真情告白，说服现场的朋友们不要选你，把票留给别人。来，白凯南开始。我首先要感谢在场的观众朋友们，一直我那是最低的，我觉得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，真的，因为我这人长得就比较老实。而且我绝对不是大忽悠，绝对不是。完了，十五，高一点。大家好，绝对不是我。如果你们要是选我的话，你们就会放掉那个人。我觉得你们应该擦亮眼睛。我觉得还是贾玲，因为刚才这个他好像知道答案，然后故意说先说不是，先说他觉得那个人不是，然后最后他要选是，我觉得有问题，所以你们要擦亮眼睛。好，谢谢。何江，肯定不是我啊，因为我这个平时经商啊，办学校了，做演员了，我从来都不说谎，一直是以诚信为本，所以这次我也没说谎，肯定不是我。好，谢谢凯玲。我肯定不是大忽悠，我是凭我的实力得到那么多分的。我觉得观众的眼睛肯定是雪亮的，看出是谁，大家就勇敢的摁下按键器，反正我不怕。谢谢。四位嘉宾都说完了，接下来的话是说给现场的朋友们，他们每位面前都有一个分数，到现在为止这个分数是现金。
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你认为贾玲是大忽悠，那么待会儿一票选中贾玲，贾玲被人发现了，那么他这个分数也就没有了，钱就没有了，另外那三位按那个数字拿钱，那明明是贾玲，你们没有选中贾玲，那么被他跑掉了，他那个钱乘以三，拿走三倍的钱，就这么简单。当然了，大忽悠如果拿了钱，那三位可就没有了。现场的朋友们拿起手中的选择器，一键摁下来，看一看到底是谁。本轮投票是最终的投票，经过了30秒的真情表白，观众最终选择了白凯南。电视机前的您如何选择？那么观众的选择是否正确？马上为你公布。现场的朋友们投了白凯南，认为白凯南是今天的大忽悠。两种选择，一种就是他们选对了，火眼金睛把你揪出来了，还有一种就是他们冤枉了你，放走了真正的大忽悠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让大忽悠自己站出来主动现身，当我数到3000万的时候，估计都数不到，当我数到3的时候，你们四位谁是大忽悠请把右手伸出来。白凯南会吗？伸一个右手我们看一看。不是我，我凭什么伸啊？你示范一下。好极了。嗯，15伸下右手。好，贾玲伸下右手。叮叮叮二四五，你这手肯定这头大啊。三，可以了，恭喜何江，他把所有人都给忽悠了，他就是今天的获胜者。我们请何江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你是今天的获胜者。谢谢所有的嘉宾，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。辽宁卫视到底是谁？下周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接下来我们喊出那个字来，撤！谢谢。红丸子、白丸子、四喜丸子，越吃我就越没够。